我想就这样趴在你的肩膀，透过窗帘的遮挡，静静欣赏滤镜中湖光，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，需要懂得调色补光。我想手牵手站在你的身旁，看穿时间说的谎，拆掉阻挡在思维里的墙，就像我们的心灵一样，需要知道保持清爽。拥挤的街巷，时光匆忙，影子摇晃，路灯微亮，故事才刚刚开始，我们的小日子还长，想一起牵手去。有能量当然战马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，邀您观看小日子。这是一个快节奏的时代，从北京飞到拉萨只需要4个小时，高铁时速达到了350公里，人们似乎适应了这种节奏，一切都很着急，急着超越，急着到达，急着相爱，急着再见。生活在大都市里，每天从早到晚疲于奔命，处理着纷至沓来的邮件，随时回着微信，打着电话，应付着那些无休止的例会，没有空档，没有间隙，人生好像只有一个按键，快进。我们疲惫又忙碌，焦虑又幸福，我们没有时间思考，没有时间记住，我们的生活变成了1.5倍速。1.5倍速的生活很快很华丽，也让我们疲于应付，无法安静。我们需要慢下来吗？唐先生，你要来画廊啊？正好午休我不在，要不您稍微晚点过来啊，我一会儿就回去。好。喂，江总啊，这不午休吗？在外面办点事儿啊。你说。被你提前了。对，我在见客户呢，一个重要的客户。我尽快过来啊。是不是太不客气了？你还可以再不客气一点。风吹那个草地儿嘞，青山那个。
喂，江总。啊。啊，我知道。哦，我马上回来。唐先生，我现磨的咖啡，来，您快尝尝。谢谢。哎呀，不客气。这公磨力也真是的，唐先生，您这么大客户来了，怎么能让您等着呢？唐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接到您的电话，立马就赶回来了。我今天有点赶时间，赶紧办吧。好，我马上去准备。唐先生。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，顾茉莉卖给您的这幅画估值有点高。作者陈其荣去年的画比现在的市场低32%左右，除了炒作，什么能涨这么快呀？您懂的。哎，不是开会吗？怎么会议室没人呢？江总有事先走了，说回头单独找您聊。啊，妹子，常温后乳拿铁啊。谢谢朱总。Michael，你的冰萃。谢谢朱总。小白海盐椰椰芝士，少冰三分糖。哎，朱总，我们来了啊。金曹总，你也太细心了吧！我们每个人的口味你都记得分毫不差，真是传说中的37度男人。什么37度男人？就是永远恒温，永远情绪稳定，懂得照顾所有人，又不会过度的热情和油腻，还会记得另一半的每个纪念日，还有同事喝奶茶的口味。乔家峰和康仁两位画家都是我代理经纪的，我追踪他们好几年了。我跟您保证，他们的画3到5年之内一定会有可观的升值空间，尤其是康仁的那幅《欲望》，构思、风格、色彩那都是非常的独特。唐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让您久等了。没关系。吃相不要太难看。唐先生，这是您的合同，是标准模板，您看一下，没问题就可以签字了。好的。哎，女士，您找谁？顾茉莉。茉莉。可可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找你有事。你先去外面等我一会儿，我再签一个很重要的合同啊。再重要的合同也没有我找你这个事儿重要。走。哎，不是。是可可奶奶，你干什么呀？不，顾小姐，我真的很忙，要不然你先处理好你的家事，咱们改日再签。改日再签吧。不是，唐先生，您稍微等我一下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来。有什么事儿就在这儿说。你看看，这么厚一沓的酒店发票，你想不想解释一下？这是我的隐私，你干嘛翻我东西啊？我翻你东西，我不给你洗衣服，我能发现这些吗？你跟谁开房去了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我怎么说话？你是我儿子的媳妇儿，我孙女儿的妈，你背着我儿子，你跟别人去开房，你解释解释什么意思？那您听清楚了，跟我开房的人就是你的宝贝儿子朱静草，我的合法老公，满意了吧？可能吗？有家，你们还跑酒店去开房，一次还800，你骗谁呢？谁信呢？不是，唐先生，没说完呢，你回来，你说清楚了，一定得说清楚了，回去问你儿子。先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您千万别生气啊！顾茉莉绝对不能代表我们画廊的服务态度，您不能因为她就不买我们画廊的画了呀。再说了，您的新别墅那么大的客厅，怎么能没有一幅够档次的画匹配呢？你的那幅《欲望》我买了，准备合同吧。
现在我说第二件事儿。我宣布一下啊，根据安排，小白从今天开始调到二组，二组的杜姐会调过来。小白，你年轻，脑子活泛，平时点子多，到了那边以后，我希望你再接再厉。等我一下啊。喂，妈。朱静草，你赶紧回家。不是我开会呢。你开什么会？挣什么钱啊？你挣多少钱够你这败家老婆花的？回来。哎，儿子，来来来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啊！咱是啥富贵人家吗？啊！我跟你爸节衣缩食的给你们买了这个房子，你们俩倒好，跑去酒店开房，两个小时800块，你们是真拿钱不当钱呐？啊！酒店的钱，我出的。谁的钱也不能糟蹋，你不糟蹋钱吗？你今天要不去画廊那儿，我的单子就不会丢。你怨我是吧？我今天是想把你拽出去说的，不是你让我当着你的同事们说的吗？我跟你说，说到根儿上，就是你们俩到酒店去开房，以后咱就这样，每周五的时候我带着可可出去，你们俩可劲儿在这屋里折腾。我反正还想抱孙子，生二胎吗？你们还二胎？你吓死谁？两个小时，两个小时够了吧？这是时间的事儿吗？偷偷摸摸的事儿我不干，家里有外人我不习惯。你说谁是外人？我是外人是吧？我六年呀，顾茉莉，我六年给你们洗衣服、做饭、带孩子，给你们当老妈子，现在我成外人了是不是？那您没把我当外人吗？您看见这些酒店发票，您就怀疑我出轨？您天天说你们节衣缩食买了这个小房子。那当初我爸妈也说了呀，他们愿意一起出钱换一个大的房子，你们就是不同意啊？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房本上不想写我的名字。现在呢，一家四口住在一个火柴盒里，正常的夫妻生活都保证不了，这是什么生活质量啊？哎，我还跟你说啊，你别老抓着这个房本上没有你的名字说事儿，房本上有没有你的名字跟你们到酒店开房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就是作。你原来你就作，要不叫你作，我们家静草能丢了保研名额，能没有上海户口？我作怎么是我？不是你作的吗？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妈，咱不是说好了不翻旧账了吗？咱们就事论事啊，无论如何你今天也不应该去茉莉的画廊闹啊。我没闹，我是去找他。你去就去了，还带这么一大摞开房的单据过去，你想怎么样啊？你让他以后的同事怎么看他？怎么想我这个做老公的？我的脸今天真是……啊，他还什么都没做呢。就算他真做了什么，你也得等他回来以后当面给你解释清楚，是不是？不是老话说得好吗？家丑不可外扬吗？哎，怎么又是家丑了？只是打个比方，老婆。我知道我妈今天这么一去，再加上你现在又不在，你们那个陈总一定会对你发脾气，一定会对你很有意见。你现在应该赶紧回去，跟陈总解释清楚，争取把那个单子再抢回来。又不是我要回来的。哎，你把那衣服往上拉一拉，我就不。静草，你看看你这媳妇儿，你消气消气。去去去去去！这老话说的多对呀。娶了媳妇儿忘了娘，说的就是你。那么想着媳妇儿，是。妈，你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茉莉是你的女儿，从小是家里的小公主，这结了婚以后生活质量一落千丈，大房子换小房子，还给我生儿育女，一家三代人挤在这么一室一厅，每天还得睡着上下铺。我们偶尔出去开个钟点房，不是人之常情吗？哎，杜静草啊，咱家就是这个条件，当初谁求着她非要嫁给你啊？而且我跟你说吧，有她这么当儿媳妇的吗？一点都不知道感恩啊！她每天早出晚归的，家务活用她搭把手了吗？没有。你说我说她一句吧，她能怼我10句。
妈，茉莉经常跟我说，其实她内心很感谢你来帮她。哟，哎呀，哎呦，喂，朱静草啊，你还向着她？你怎么那么听她呢？她让你干啥你就干啥，她让你开房你也去。哎，两个小时800，我跟你说这事让你妈知道，打折打折你腿。就是跟赖狗扶不上墙，扶狗都快累死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妈，不生气了啊。哪有功夫生气啊？这都几点了，菜还没买呢。我告诉你啊，朱锦草，你一会儿给茉莉打电话，让她自己去接孩子，我不给你们当老妈子了。如何描绘春天的小日子？落笔利落。生活的小麻烦，快速出手就赢了大半。用色多彩，不同人生角色都有蜕变快乐。自成一派，潮流预测不如装扮个人特色。天猫三月上新季，唤醒春天的小日子。要不是我随机应变，力挽狂澜，给唐先生推荐了我的话，这个大客户可就流失了。抢单都说得这么冠冕堂皇。你真不愧是金牌销售啊，还用得着我抢吗？啊，行行行，不是，你把画廊闹得跟个菜市场一样，把家里吵架放到画廊来，那咱们的客户就全都跑光了。陈总，虽然我们画廊没有明令禁止撬单，但是不挖别人墙角做这种阴损之事，是我们经纪人之间不成文的默契。米娜她坏了规矩，您看怎么办吧？茉莉，你家事没有处理好，把画廊闹得跟菜市场似的，这是你的问题。米娜也是要留住客户。现在画廊多难做呀，每年好几百万的房租，你们能不能不内耗了？那以后还要不要讲规矩？我告诉你，我不管白猫黑猫，抓到老鼠就是好猫，我要的是业绩。然后再讲规矩。经营直播是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。需要支持，在座的 team leader， 谁愿意报名去金山？金山这么远，谁要去啊？对啊，这从零到一最难搞了，做好了应当应分，这做不好啊，铁定背锅呀。开疆辟土呢是辛苦的，但是江山打下来，论功行赏可少不了啊，都不主动。那我可点将了啊，静草，你去金山怎么样？江总，今天情况特殊，我得请假去接个孩子。去吧去吧。今天是什么好日子？怎么是爸爸来接我呀？今天啊，今天是妇女日啊。妇女日就是爸爸跟可可两个人一起过的日子，奶奶和妈妈特批的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耶，太棒了。战马直播 PPT， 零点前必须给我。是，走，吃好吃的去。冲个咖啡，你看还热不热？
晚安。你也早点睡，别太晚了。知道。静草是爱我的，我也爱他。爱是抵抗生活里鸡零狗碎的铠甲，夫妻多年的默契，吵完闹完还是并肩作战的战友，必须养精蓄锐去面对明天新一轮的忙碌和疲惫。林女士，薛峰您知道吗？对对对，就是他，我刚签了他。如果您对他的作品感兴趣，我们约个时间，我给您好好介绍一下。茉莉姐，姐夫来了。别跟我客气啊，管够。谢谢姐夫。哎，你的，你的。谢谢姐夫。哎。哎，袋子里边随便拿呀，都是你们的，别客气啊。好，姐夫。这甜的给他们小姑娘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正好在附近办点事儿，顺便过来看你。姐夫这么帅又宠老婆，茉莉姐不要太有福气啊。哎呀，一般一般。姐夫还有没有兄弟同事也行，姐夫的朋友肯定靠谱，给我们介绍介绍。就是啊，姐夫有没有女生？女生不要讲了，没有啊。你们对于男生啊形象条件有什么要求，告诉茉莉姐，我帮你们精准投放。谢谢姐夫。我这手机里有不少照片，要不要先看一看？走了，你行不行、啊？手有不少呢。姐夫再见。拜拜。姐夫常来。常来、哎。谢谢老公，我画廊的事情还要你来帮我摆平。怎么叫你的事儿呢？我妈挖的坑就应该我来填，不能让我老婆受委屈。再说了，下午茶也没多少钱。他们吃了喝了，以后就不能在背后议论你了。你夹在我和你妈之间，是不是很为难啊？你难我也难，我妈也不容易。啊，我最近在想啊，可可都这么大了，不需要我妈整天陪着了。要不，咱们三个自己过试试？真的？太好了，我早就这么想了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嗯。这事儿我跟你妈说吧，你要一开口跟你妈说，你妈肯定挺伤心的，觉得儿子和媳妇儿一起背叛她。还是我说吧，毕竟是亲儿子，就算他嘴上骂我忘恩负义，心里也不会跟我计较的。那行，那我到时候买点礼物，你爸的、你妈的、你大姨的、你三姨的，到时候买回去让你妈一块儿带回去。这大包小包的提着多不方便啊，我想啊，还不如给咱妈包个大红包来的实惠。哎呀，你不懂，钱要给，礼物也要买，而且还得多买。你想想，你妈大包小包的提回去，人亲戚朋友问起来多有面子呀！这样就会让她觉得她在儿子这边受重视。行，我老婆越来越懂事了。我可不是没有良心的，你妈帮咱们带娃呢，真的让我们省了很多事儿。咱们俩不用被娃拴住，时间也相对自由，能安心工作，这一点我还是很感谢她的。可是代价就是。磕碰不断，你妈有怨气，我也委屈，所以酒店这事儿就是个契机，当断则断，免得后患无穷。哎哎哎，别玩了，你看，你得听奶奶话，那你得吃饭，先吃完了再玩啊，听话，嗯，吃吧。早，哎，可可早。妈，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啊。啊，那个，
想着可可现在也大了，慢慢的适应幼儿园的生活了，所以我跟茉莉就想试试看能不能自己带带孩子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我就是说咱们家也小，我们一家四口挤在一起挺不方便的，现在交通也便利了是吧，老家到这里也不过几个小时，可可要想爷爷奶奶了，我就带她回去看你们。好了，我明白了，儿子明白了，妈给你们洗衣服做饭当老妈子这些年啊，可可大了哈，我没用了是吧，想扫地出门了吧？不是，哎，可可，我们去那边吃，走。知道这些年你为我们洗衣服做饭带孩子真的是辛苦了，你照顾完我爸又照顾我，现在又照顾可可，我想着也是时候让您休息休息，享享清福了。茉莉，哎，你出来吧。茉莉，这是你的意思是不是？啊，是我们俩一块儿商量的。对，主要是我的想法。不，你真以为洗衣服、做饭、带孩子那么容易啊？不容易，当然不容易，这我们都知道。但是我跟静草是可可的爸爸妈妈，我们总得学会自己带娃，不是？如果我们俩忙不过来，我们就请一个钟点工。啊，钟点工，你知道现在钟点工多少钱一个小时吗？80，就你们俩挣那仨瓜俩枣，还不够你一个人花的呢。办法总会有的嘛，那我们俩也得学会过好自己的小日子。过好你们的小日子，儿子，给妈买票吧，妈明天回老家。哎，哦，对了，我这两天啊还是有点不太舒服，今天你陪妈去趟医院做个检查。今天是周末，可可不用上幼儿园，让茉莉带着就行。不是妈，我周末的时候他们画廊正忙着呢，怎么带可可？要不我带着可可陪你去医院？医院是什么好地方吗？孩子不能去。爷，妈妈，哎，我今天可以跟你去画廊啦。你吃饱了没？来来来，快，快点吃。真的是太感谢您了，唐先生，同意把欲望借给我们继续展出。您放心，等这次巡回展结束，我一定给您包装好。亲自送过去。妈妈，就在这儿挂。在这儿啊，也行。妈妈把画架给你支在这儿啊，就坐在这儿乖乖的画画。可可，妈妈今天特别忙，你就在这儿好好画画，别乱跑啊。妈妈就在那儿，你要找妈妈的时候随时叫妈妈好吗？妈妈去忙吧，可可乖乖的。嗯，你的小书包记得多喝水啊，妈妈走了。妈妈再见。再见。这画还挺好看的。这是一幅临摹画，当然了，好的临摹画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。作者维米尔的夫人完全不懂艺术，但是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叫葛丽叶的女仆走进了维米尔的生活，日复一日，两人之间产生了情愫，发生了灵魂上的碰撞。但这一切被维米尔的夫人发现之后，要求把葛丽叶从家里赶出去。
临别前，维米尔希望葛丽叶能够成为他画作当中的主角，所以才有了这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。妈，该去医院了。午饭还没准备呢。这才几点啊？准备午饭，专家号都给你挂好了。催什么呀？顾茉莉，你干什么呢？谁让你碰这幅画的？你说话，谁让你碰这幅画的？啊？干什么呀你？冲孩子吼什么呀？来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你女儿干的好事。可可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就是觉得这画挺漂亮的，就看看，然后不知道谁撞了我一下，就成这样了。编，来，你接着跟我编下去。真行，我就没见过这么小孩子心机这么重的。你不就是妒忌唐先生买了我的画吗？啊，你也不能指使这么小的孩子毁了画呀，有你这么教孩子的吗？你别胡说八道。我女儿做错事了，我替她向你道歉。她毁的话，我来赔。你赔？这是钱的事儿吗？这影响到我在客户和画家两边的声誉，还有我的业绩。我是顾茉莉，有你这样的吗？你把孩子带到画廊来，哦，带来了你又不管他，现在出了这种事儿，你说风凉话是吧？哎，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我赔嘛。花六万是吧？我赔你八万，够了吧？你把卡号给我，我现在就打给你。我明天再转给你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幅画我买了。这位先生，您不了解情况，这是一幅被损坏的画了。我知道。现场各位亲朋好友，婚礼仪式现在开始，有请新郎新娘入场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是你？燕和，稍等，你进去，我替茉莉打的。江海涛，一边跟茉莉好着，一边傍上人家富家女，是不是连出国留学的钱都挣到了？你到底是不是男人？这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顾茉莉现在是我女朋友，你今天不跟她道歉，你这个婚礼别想办。每个人对画的审美不一样，况且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，有时候缺憾也是一种很独特的美。就像加上去的这几笔也成为了这幅欲望的一部分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对不起，这位先生，我有职业操守，损坏的话我们不卖给客户。我马上联系康云，看他能不能修补画作，也会把情况如实的告诉唐先生，争取他的谅解，看他能不能接受。小鱼小心啊，你们帮我收拾一下。好。跟妈妈走。让你花八万块钱买一件破衣服，你愿意啊？哎，这位先生，我刚刚听到您对画的理解挺独特的，我方便留您个微信吗？不方便。你跟妈妈说实话，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。茉莉，好久不见。
好久不见。我方便跟你加个微信吗？不方便。妈妈，这个叔叔是谁呀？你好。走。妈，你怎么想起来做这些了？哎呀，小时候啊，有一次你过生日，想吃这些炸货，那时候油多贵呀，妈就没舍得给你做，然后也给你做了一碗长寿面，把你气得一天都没理我，你还记得吧？后来呢，妈就想着找个机会能给你做一次，这时候妈其实特别觉得对不住你。那你看一错二错的一直就没给你做成，这不今天找个机会补上了吗？您还记着呢，谢谢您了。快点吃吧，咱们还得去医院呢。我不去医院，我没病，妈就说心里不舒服了。你是故意让茉莉带着可可的？对，我就是故意让他带一下孩子，我得让他知道带孩子有多么的不容易。还有你，啊，你跟他一起算计我，让我回老家是吧？这个房子是我跟你爸买的，我来给你们带了六年的孩子，我现在是什么隔夜菜、垃圾是吧？你们可以把我扔了，你们是不是要过河拆桥、卸磨杀驴啊？不是妈，我们想着您年纪大了，也该歇歇了，也怕您累着。再说了，那我和茉莉迟早也要过自己的日子的。你们过日子啊？过日子是那么好过的吗？你娶的这个媳妇儿，她就不是个过日子的女人。我跟你说，她要不改一身她这个娇生惯养的公主病，吃亏的是你啊，儿子。你就说她吧，她叫过我婆婆、可可奶奶，她叫过我一声妈妈，这我都无所谓，她爱叫什么叫什么。妈是为你着想啊，他心里什么结，您还不清楚吗？当初您和爸要买房子的时候，坚决不用茉莉家的钱，为什么？不就是想房本上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吗？这不摆明着就是防着他吗？不是防他，儿子你错了，你是个爷们儿，你知道吗？你爸你妈给你买房子，只写你的名字，是让你要在他面前站得直直的。妈今天不说破嘴话，咱们将心比心啊。妈是希望你们俩能恩爱一生，白头到老。万一呢？万一要真要有什么闪失，房本上写了他的名字，那咱不就鸡飞蛋打了吗？儿子，真是越说越离谱了。我们画廊的负责人查过监控了，确实有人撞了您的女儿，但看不清人脸。您女儿在上面画了，这是事实，所以还要赔偿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，有时候缺憾也是一种很独特的美。你别难过了，你已经够努力了。那个画家不是也答应了可以帮忙修复吗？那个客户不是也答应了看看以后再做决定吗？实在不行这钱我来帮你赔。锦草，我没用，我投降，我们还是离不开你妈妈，要不还是让你妈别走了。怪我，我是七点二品，从两个人住到四个人，七年了，地方小，矛盾就多。要不我们换个大房子吧？换。小时候我总是不太理解，为什么大人
老是因为房子而吵架。现在我懂了，为了我的婚姻，为了我未来美好的生活，我必须要拥有自己的房子。现在我要打响换房的第一枪。哎，早。哎哎，别给可可穿这件，颜色不搭。我觉得挺搭的。金草啊，金草，今天晚上下班你们俩早点回来啊。怎么了，妈？今天呀，我带着可可出去遛弯，7:30回来，说好的俩小时，你俩抓紧点时间。妈，这事儿你能不能不管？我怎么能不管？凡是花钱的事我都得管。你们俩2小时800，你俩要再敢去开房，你信不信我到你开房那个酒店，我让你下不来台？我。可可，吃完了没有啊？吃完了。哎，那咱们上幼儿园喽，走啦！多喝水啊。爸，爸爸再见，妈妈再见，拜拜。哎哎，拜拜拜拜。哎，走吧，那得开个门啊，走。抓紧时间。老公，你看这个，双地铁，重点小学分校区在建，而且新盘现价只要53000。行啊，你觉得好就行。咱们可得把话说清楚啊，这次卖房你去搞定你爸妈，我去找我爸妈借钱。这次我们俩换大房子，你是男主人，我是女主人，我们俩的爸妈都是客人，懂吗？空间可以共享，但是话语权不能让。太太哪怕一分钱不出，你太太也是女主人，跟你多有钱似的。怎么了？你等一下。不是，你还真担心你妈跟踪啊？应该不会，来一趟还得打车，她估计舍不得。等我们将来买了大房子，我们就再也不用来酒店开房了。是，我今天就把那小房子给挂出去。海普诺凯全面高阶营养，五重自护成长。海普诺凯邀您观看小日子。成长的理由没有人轻易猜透，总是希望时间倒流，挫折退后，最初的所得能够一直在手，甜美的时刻可以始终不走，幸福的尽头总有人先伸出手，总是想要先到上游再做挽留，苛责的背后是另一种温柔，只是不符合想象中的拥抱，表达内心的诉求，勇敢的温柔抚平撒眼的伤。